九分三分盖，霍华德正负值仅次詹姆斯，互动科比太有爱了。本场比赛詹姆斯手感热火，全场21投13中拿到33分12助攻7篮板的全能数据，正负值达到正30。作为球队内线重要轮换球员，霍华德本场比赛一如既往高效，拿到9篮板3次封盖，其中正负值正18，全场仅次于詹姆斯。在两队比赛间隙，霍华德和科比也拥抱致意，两个人的互动实在太有爱了。作为本赛季湖人队重要替补，霍华德在职业生涯末期重新回到湖人队，和联手科比时期的巅峰水准不同，现在的霍华德虽然在进攻方面已经不复往日之勇，但在防守端依旧是内线大闸。在主教练沃格尔提供仅有的场均20出头的时间里，霍华德证明自己仍具备帮助球队获胜的能量，这是这支湖人队所需要的，也是詹姆斯所需要的。希望霍华德本赛季能够为湖人队再次带来一座总冠军吧。